1月19号，王一博现身2019湖南卫视春晚直播现场，在后台，王一博也接受了媒体群访，宝宝们快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新的一年我有了一个新的职业，是一个车手的职业。然后对，然后我希望在北京那一站，然后考出一个好点的成绩。然后在新的一年，我也想对自己的影视作品，然后包括歌曲上有好的进步吧，再演更多一些作品吧，影视方面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除夕就在家里过，跟家人。没有，一般过年的时候都是回家，都在家里待的，因为我一般只有过年才会回家一次。还是以事业为主吧，机车可能会加到事业里的一个小部分，但也会想做好。幸运，然后辛苦，然后还是幸运吧。芒果捞新闻，更多精彩内容来芒果 TV 看哦，报道。